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丁丁。今天这支影片来讲到韩版最新的更新内容，写萌任务还有捐献优化。首先第一个更新就是官方改善了写萌任务的等级资格，会根据角色目前的等级出现写萌对应的任务清单。然后再来第二个是新增了特殊。 副本还有世界副本的任务选项，二周副本有开放抛弃之地、梦幻之岛，还有古代精灵墓穴跟古代巨人之墓，还有艾比诺盆地。世界副本的话有开放傲慢之塔、信念之塔、遗忘之岛、海贼岛跟埃斯卡洛斯。 好，再来是提到写盟的高级跟最高级捐献的费用和奖励内容优化。原本的高级捐献是三百，然后最高级捐献是九百，啊，更新又变成一百跟三百，就降回原本的三分之一。再来，我们这边快速看一下捐献奖励的内容，联盟经验降为原本的三分之一，3, 名誉货币跟骑士团硬币降为原本的二分之一，2, 其余都不变。好，以上这些就是韩版这周大动作更新写盟内容的相关重点。 那这些更新内容是否会影响到后续的王族优化呢？我们拭目以待吧。我是丁丁，这次影片就到这边，感谢你们收看，拜拜。